太阳能热水系统可分为自然循环式及强制循环式。强制循环式必须考量到屋顶的承载力及美观，有时候除热桶需要分开装置，由于除热桶的位置比集热器还低，因此需要泵浦来加压产生循环。天气不好时，可以使用备用的电热系统来加热，透过微电脑自动控制加热除热桶内的水，便于使用